就来看悍将来进攻，二十一下半的进攻，首先登场打击，准备好46号，这个时刻的满身的范国成，是我们投入的模样。掌声鼓励，国成一个漂亮的平飞安打，没有人出局，攻占上到一垒。接下来进攻的任务轮到第六棒，准备好29号强大好位，申浩伟。给他展翅高飞，安打全垒打，两人出局，福保悍将在二局下半的进攻，继续为悍将来加油。接下来上场打击，轮到是第7棒，球衣背号33号，我们一起全力相挺，郑冠廷。大拇指一起来！大喊大我听你，一棒大声胜利，凭空掌声。双手，张冠廷，全队大我听你，一棒大声胜利，凭空掌声听，有我们胜利。准备跟上鼓声一起来哦！我听你，我听你，答案的。我顶你全力的，我们相挺。张冠廷，大喊大我顶你，一棒大声胜利，凭空张冠廷。张冠廷，全力的我顶你，一棒大声胜利，凭空张冠廷，有我们胜利。我听你答案的 ，Keep going。
我们相挺。球员球员，界外球，请注意安全。Go go go！声音接柯冠廷，一起来安达雷安达，来安达雷安达，张冠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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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Go Go。冠廷黑豹落空，遭到了三振出局，三分出局也结束了。富邦将在二局下半的进攻，两局结束，两队一蓝零比零。杨帆感谢我们辛苦带动应援的 Travis Kevin 跟富邦 Angels。我在二局下半结束的时间，邀请所有朋友们一同来看向大荧幕，互动的时间到来了 ，Love Game。看看我们阿崔在那边左拥右抱两颗爱心，就是如此幸福洋溢的表情。接下来就轮到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比出大中小爱心都没有问题，只要像这样子一家和乐融融就开心了、轮到这边的朋友上到我们打击班的大荧幕，一起来合体爱心，默契有点不佳，没有关系，回去再练练。轮到这